参加我们台美这个二十世纪贸易倡议的第一场闭门会议，那那个房间没有这么大，大概不到这里的1/2，这个很小的一个房间里面，里面我们台湾来的是我们的这个台湾的4个代表，还有两个是工会的代表，一个是台积电，那一位是我本人啊，所以还有一个是台湾民党的这个董事长，我们进入了这个。